方向的滚地球，结果有形成双打的条件，六传四再传三，蒋智贤本季的第六支双杀打出现在这个非常不利于富邦的时刻。这个双杀出现，也让富邦三局下半的攻势瞬间瓦解。前面三局打完，双方0-0保持平手，成武安全下庄。 加点创意，让贴布更犀利。飞檐酸痛水性贴布，永远心累的好伙伴，用心调频。加点创意，让贴布更犀利。飞檐酸痛水性贴布，永远心累的好伙伴，用心调频。来，掌声还是要帮林哲学鼓励一下。 欢迎回到二达电视，继续欣赏四月。